秀智因画报拍摄行程现身仁川国际机场，准备出国前往日本冲绳。这天秀智一现身就露出害羞笑容，以灰色休闲西装外套搭配黑色阔腿裤以及细高跟鞋，干练大气风范尽显无疑。当天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秀智这次没有了长长秀发，取而代之的而是清爽短发造型，也惊艳到现场围观众人。全新造型也让人更加期待新剧。